有一阵子不见啦，最近这支账号算是一个超级大提升啦，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防御哦，已经604啦。有没有人观察到我们提升了什么？四粉了，变身啦！哎呦，眼睛很利哦，看一张都已经把它准备好了。现在是双火龙啊，巴拉卡斯成一，我是觉得有点扯啦，双火龙。你看到两张第八张，对，今天还有一个重点，偷偷的撞出了两张的史书第八张在这边，怎么撞的呢？因为今天有一个改版哦，它现在可以开放使用药水来做2640罐药水，有没有人帮我算出做一次第八张要花多少钻石？趴数是 10%， 2640罐，也就是说期望值是26400罐，个十百千万十万，靠腰嘛，点一次24万钻，要挟我。期望值240万钻才能出一个史书第八章，干太扯了吧，这个怎么会有人想用药水按按出来史书第八章的期望值，衰一点都可以做两把金武了，看好有点硬欸，真的有点硬哦，史书第八章好难过，要跟他再见啊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加一的金武看看有没有机会变加三的，我们是不是要先找个阿吉啊，这个算是大事件欸，这真的不好点哦，几率是 80% 会提升啦，但是如果撞到 20% 就会很想哭，加一点加是 80% 还是有 20% 会维持，加一到加二的提升我看看哦，不是进回加二，伤害加二，然后追加伤害加四，命中加四，双倍几率成多 1%， 无视伤害减免多3%，我们进去找一下阿吉好不好，我们努力一下啊，不要说我们在点装之前我们没有为他做任何努力，我们看看阿吉在哪里啊。来，我们先觉醒娃娃吧。觉醒的几率是多少？我看一下， 10% 哦。来了来了，哦，有七本啊！看七本，我们可能不觉醒嘛，一次就够好不好？今天很粉呢，哦，粉嫩嫩。我觉得我们再拼一次啦，反正这个我不拼，他还是要拼。我们再拼一次啊！我们找大柠檬的兄弟们帮个忙。请他们来送个头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先找谁？阿吉，找你了。阿吉就找你好不好？阿吉跑了，干！阿吉死了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阿吉死了、欸。好了，我们觉醒啦，失败就算了啦，失败就下次吧。最后一次觉醒，阿吉，干什么啊？阿吉，干！哦，阿吉。是你阿吉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阿吉现在应该还是在这个伺服器，我们找找看。哎，这边啦，这边。我们杀到阿吉再开始。你觉得他会给我们杀吗？杀到我们就弄哦。阿吉在这边，你们看到？开干了，开干了。干！哎，阿吉，找他小啦，他反击哎、欸。阿吉，拜托，献出心脏吧，阿吉。死了吗？不给面子哎、欸。完了，阿吉跑了，阿吉在哭哎，那他说杀了我就失败了，笑死。阿吉说不杀他才会成功啦，阿吉人真好，谢谢哇，阿吉人真的很好哎，你是最善良的人，真的，阿吉以后就是我兄弟，要点了吗？我们这么快就开始点是不是？好啊，来啊。我们就是避免那个最差的情况发生啦，因为这 80% 哎、欸、这成功几率是 80%20% 维持，我们是避免那 20% 发生，懂我意思吧？这个基本上我是觉得已经过了啦，这不太可能不过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做到最好，我们把该做的仪式全部弄完。我今天还请到这块，我还把这个匾额拿出来加持啊，就是说我想提高这个成功的几率，希望不要出现什么意外，我们把这个匾额拿出来加持一下。干，这不能失败呢，这个失败真的会很干欸，今天这个匾呢，下次还看不看的话就看今天的了。哦，一起刷二好不好？聊天室二刷起来，帮我们共玩米粉加个油，加二金武诞生倒数，谢谢你阿吉，我先跟你说声谢谢了，因为这把金武已经加二了，各位自信之点，加二金武诞生啊！加！領域展開無料空所自信之点加二金武啊！加！哇塞，那有点不妙，是阿吉在干嘛？
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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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不是20%而已欸，成长是80%欸，阿吉的能力难道是逆转几率吗？把20%变80%，把80%变20%，这才是阿吉的能力吗？没道理啊，所以河粉变本来是10%，被阿吉逆转了变90%。我现在才摸清楚他的能力是什么，他的念能力就是逆转几率啊！我头好痛，我好难过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今天本来是想加3-5的，再拼一次，再拼一次。我是真的怕了，20%几率怎么会被我踩到？来吧，不要怕，第二张，再帮我刷一波加了，拜托，再一波加了，再一波加了。水泥车已经在我家楼下了啦。拜托拜托拜托，加二拜托，加二金武诞生，拜托过起来，过，哦好险，至少过一半，80%到底有啥好开心？你不知道，根本就是中那个20%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中那个20%，我本来以为是轻松过，哦好险，我是20×20，这的话我就崩溃了。有提升啦，提升蛮多的，至少不是一事无成。哎，找火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去火窟看看。金武加二的总需要开个光，来，我们可以扫火窟矿脉，感受一下威力啊。好，死了。不死鸟森林，金变粉星月牛奶星星，哇，这个火窟看得到那个欸，太屌了吧！火窟的那个传说的看得到敌人在哪里欸，火窟支配哦。喂，这个太好用了吧，太过分了，超级周润发。欸，这个看得到人欸， Oh my god 欸，还能穿怪吗？可以穿怪哦，可以穿怪，有些观众不知道啊，那他是已经可以在里面穿怪了。哦，你有这颗的强度差太多了，火窟穿怪，老天鹅啊，之后你可以想象得到四大龙的洞窟每个都可以做一个支配符来穿怪，没半个敌人了。哦，这个有敌人，敌猛一进来直接被干死了。man 胜，龙 man 胜，大概是这样。啊，我们火窟戒严，还有敌人吗？哦，有，这边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。没错，那个命运就是两个字：死亡。我在你旁边啊，还敢打人？大柠檬的。啊？金武只有加二，老板有说什么吗？目前是还没有说什么啦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很傻眼，80%都没有过，我觉得他应该爆肝傻眼那种。我觉得老板的运气可能最近比我好一点，我最近好像蛮容易一事无成的。看我天内跟 Hit2 谁干呢？我的运气好像在那一次 W 合粉完之后就已经用光了。老板自己合运气说不定比我好，你看他最近撞出了一粉重复，对不对？他第四粉自己撞出来。所以我觉得他最近运气好像有点好啊，然后他的那个娃娃又撞了一个重复金出来，加二金武失败，我也是第一人嘛，我是不知道啦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个那个什么猎人，不是有一个课长吗？猎人有一个课长，他好像加三金武点了几十发都没有过，还是什么东西点了几十发都没有过，迪克，对，是迪克，他好像加二点加三点了几十发都没过，有点崩溃。对，那个算真的衰啊，60%你不要小看他，60%是真的有点难过，没有看过这么衰的，那个几率可能比 2.3% 还要低。会不会担心自己是下一个？你说谁？你说迪克哦？不，下一个叫老板自己点，我们就闪远一点。欸，点那个压力很大欸，干加二点加三，欸，那个压力是真的大，我跟你讲真的大。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、喜欢、不喜欢、不喜欢。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。呵呵呵呵。